快删。因为我就被一些压力就是绑住，然后我就想要就是借由旅行，然后因为没有资金嘛，只能凭空自己想象，所以我就自己想自己的世界地图，这张就是我的自己画的世界地图。你要放买酒好了，你想在那边怎样？哎，我今天本来想说要带酒瓶来，可是我就满的食物，然后放在这里，整个就糟煎，全部都被客人吃光。整个就是没power来的。那我去染粉红色的头发。星期天的小阳光变得太阳温度，我们赖在家里找不到去处。我还蛮喜欢旅行的，然后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会异想天开的。下午找不到地图的下午，最后和大富翁一起迷路，反倒旅行依旧和我赢了好多十年。